闽南最黑暗一天，十四巴掌为乜先？阿京，你未睇过，惊你唔知乜家伙。播前日起疯传嘅呢条片之前，我哋循例都要包翻个胶袋先嘅。阿事发喺前日下昼五点几，地劈情侣行经土瓜湾新码头街，看到有斯然男有不装，就好似半扎植树咁二人下跪。九百开始。咁呢位系边位呢？据闻系女主角个表妹话。广东广州，请问你干什么？请问你干什么？请问你干什么？喂阿姐，好睇都唔好遮住镜头咧。你知冇嚟噶？吓，我系你女朋友，我中意你带你睇翻屋企系咪啊？佢系咪咁撞我？真系咁撞啊！呢个时候有人尝试去救火，但系一煲滚立上面淋水，又真系有用咩？你人嚟噶嘛？带边个屋企唔准嚟噶？冇嘢啦。你阿妈都唔乜嘢啦，系咪啊？你写得好清楚啦，你唔可以喺度做噶。喺柜喺度啦。这个时候播放首啱听的歌先。现场火爆指数越来越高，我连男主角袋老麦就冻晒啦。唔知入边个猪柳蛋会唔会为自己比唔上个女主角而哭泣呢？你哋嗰个旁观热闹啫，佢点样对付你哋嗰个唔知啦。古语有云：令得罪小人，莫得罪高登。男女主角都即时被起底。Facebook 虽然都有啲恩爱相嘅，但男友原来都唔止一次，真俾人刮噶啦。而女主角就据称喺跟集团药房连锁店度做。有网民口痕话，集体去探下佢。不过讲口啦。警方就证实，当日到场将廿三岁姓徐男友送院验伤。又以袭击罪拉咗个二十岁姓郑女友，佢已经保释咗，十八号翻警署报到。